这个整合包的末影龙是加强过的三头末影龙，不仅会抓你，还会各种奇怪的技能，非常不合理。不过我手上有两把神器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大家好，我是何离，欢迎来到锻造大师第七期。上一期我们全套附魔了牢不可破，本期我们先做出无限终端。我们先做出我们这个无限啊，不对，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海晶灯，我们去找海晶灯吧。海晶沙粒和海晶碎片，海底神殿应该就有吧，这边刚好有个海底神殿。挖的巨慢，我是给你的。好像也不用准备什么其他东西，直接干。哦，这个末影龙是这个末影龙，等它召唤吧，召唤出来我们才能打。召唤的巨慢，哎，我这把秒了，操，还算了，还是打吧，还是正常打。它是个三头末影龙啊，我们测试一下，我们飞高一点，我们直接看打它身上有多少伤害。哦，不对，打不动，有点肉啊，你别说啊，龙息装几瓶啊，我随便装了几瓶啊。哎，掉啊，哇，好肉，巨肉，掉这么一点血。
我切，还是有点痛的，说是拿速霜是，那肯定没伤害啊。他是魔法线伤吗？我试一试。哦，速霜伤还高一点，真的假的？他真有魔法线伤吗？那正好拿速霜打了。正好拿速霜打了，我们用这个打还 不算击杀呢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好吧，我们这个捕捉了墨影龙了，魔抗贼高，我们可以去搞翘刺了。我现在全是魔法伤害，我这把武器夜犬神，所以打不动。这个龙为什么没掉材料啊？在天上？这里吧，他刚才这里挂的吗？有了龙精，龙之灵魂和龙精。我怎么过去呢？请问，哎，这样也可以，扯一下，哎，再来，往天上扯，啊，聪明，这个要不要打呀？来都来了，这个时候就体现了旅人之中的重要性了。哎，有个护符，哎，兄弟们，这护符什么效果呀？我们可以在加工台加工它，提供特殊效果哦。镶嵌东西可以获得一些特殊效果。行，有一个免疫爆炸伤害的背心。哦，这腰带味的腰带，我们带了磁铁，你加多少生命值嘛？加了5格，带磁铁吧，磁铁方便一点，磁铁好用一点。技能书也可以学磁铁技能，可以合吗？啊，附魔，把羊皮纸碎片。附魔台、橡木书架和墨影珠扔在一起，哪个是磁铁啊？第四个，墨影珍珠、墨影之眼、铁锭和锁链。哦，开始有效果了，有粒子效果啊！哦，这个图标一看就是磁铁。好了，我们有磁铁了。哦，磁铁是能力啊？什么意思？它是吸多少格吗？这个是？那我直接拉满8格，我测试一下。就可以了，先把他打了。他不是，他是末影傀儡啊，末影傀儡不是我们的任务啊，我们的任务是杀他下面那个 boss。 这个末影傀儡是个小卡拉米，直接找到 boss 的位置。你好，我们最后一击用我们这个打。哦，死了。 OK，我们是来他妈的，我们是来找翘刺的，只是遇见正好打一下。我们本来就是为了做矿机去的暮色，但是没有飞行手段去暮色的话，这里虽然这里不会没有船吧？我他妈找了10年。没有船啊！这里我飞高点，操！嗯，为什么这里有个船？我出生点有个船，我找了半天反正没有船。地天，我们回去把我们的翘翅打上牢不可破，然后打 boss 做矿机。我们做矿机的话，它是这样的，要一步一步升级。虽然我不知道矿机怎么用的，但是它不能一来就用远古残骸，要用这个大的远古残骸升级。这个东西是前面的这个掉的，前面的这个要用这个中型的要用这个微小的，是吧？我们先挖矿吧，把暮色的矿洞给挖烂。我们先把护符锻造了。铃声神器、机械神器、遗物神器，使用铃声神器替换当前的神器外壳。这个我们要捡吗？还是要做铃声神器？搜不到。宝珠组件，红石粉是加速加成，我们就用红石粉吧，到时候材料够了再来换吧。行吧，这个随时可以换的。有一个急迫了，急迫真的加攻击速度吗？攻击速度 4.45， 攻击速度 4.9， 加了攻速的，那就转着吧。记得做骨刺，拿吸血手套。我们现在没有喵喵定，我们要去搞鱼，我们先做矿机吧。这怪物对我来说没有难度，先不做吸血都无所谓。我们看看大家吃不吃魔法伤害，还有没有魔法抗性。好吧。
好像他有魔法抗性，还是说我怎么感觉上我两个剑武器伤害差不多呀？我操！哎呀，哎，也算击杀哦，这是奖杯不是算哦，奖杯那我就用这个打了呗，好像也不用，我们硬伤害挺高的，九头蛇四级之怪，我们是大力出奇迹。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如果打幻影骑士不用那个头开门，我们直接传送下去，那个幻影骑士还会刷出来吗？测试一下。怎么来就是幻影骑士，擦能刷，瞬间回答了我这个问题。好吧，那我没问。啊，不行，能刷但是开不了箱子。啊，嗨嗨嗨，锻造师笔记耶，这个可以在哪儿去抽奖是不是？是在哪儿抽来着？这里随机出哪个宝石最好？不知道，反正出来就知道了。暴击，好，我们现在去谜题羊15 16、OK 完成。OK 完成。 OK 两个茄子金属锭，流浪带金币，反正就是最后做那些材料都要这个锭，我们获得这个总没错。等一下，我这里完成了个任务，这里一个任务完成了。哦，这是打夜魔的，行吧，我们来附魔时运吧。之前有人说那个角魔的那个东西可以自带时运啊，角魔镐啊，时运3，我测试一下它能不能送到4啊，不行，最高就3了，那我们留一本。好，兄弟们，我们明天来搞这个矿机。好，兄弟们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点赞过4000，光速更新，拜拜。